波音事件的影响持续发酵，对于美国监管体制的信心啊，也是造成了冲击。而另一方面呢，全球市场都忧虑这个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点？那我们立即来连线汇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徐先生您好。主持人你好。嗯，你好。那首先要从昨天开始啊，关于波音飞机事故的调查就接连爆出了负面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对于波音公司乃至美国监管体系的一个担忧。那您觉得波音事故对于美国的深层次影响还有哪些波及面将会有多大呢？首先，这次那个波音飞机的这个事件呢，我们认为是一场纯粹的这个人祸。那么我们知道，波音飞机的股价呢，是从高点的446美元呢，跌到了现在的370，下跌幅度呢超过20%，那么市值损失呢超过400亿美元，可以说对波音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这次出现问题的一个核心部件呢，是叫 MCS 系统，飞行动力控制系统。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随着各种消息呢不断出现呢，我们对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呢已经比较清楚了。那么波音呢，当年是为了应对和空客的竞争，开发出一款更大更节省能源的这样一个发动机，但是这个发动机呢过大，是放不到这个机翼下面，机翼过低。那么波音呢，这个工程师就想了一个办法呢，把这个发动机呢向前和向上进行了移动。那么移动之后呢，就影响了原来这个飞行动力学的这个经过多年起来考量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那波音就开发出了一套软件系统，能让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呢会自动进行一些调整，防止这个飞行失速。但是这个自动调整这个情况呢，其实没有经过严格的考量。我们知道，根据最新出来的消息来讲的话，美国的这个 FAA 监管部门呢，本来是应该自己来监管这样一个机型的这个安全性。那么他把这个监管的这个职责呢，是委托给了波音进行操作。那波音呢，就辩称呢说，这个737 MAX 呢，实际上是一个衍生机型，和之前的机型呢没有太大的变动。那么就很快就通过了这个安全测试。那么此外呢，就是因为这个737 MAX 呢被认为是一个衍生机型，所以很多的这个飞行驾驶员呢也没有经过一些系统的培训。我们知道现在这个737 MAX 呢只有一台模拟器，所以大部分的飞行驾驶员呢都是在操作之前737飞机的这个飞行员。那么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说有这样一个软件系统能对飞机的飞行造成重大的这个改变。那么这次埃塞俄比亚空难呢，现在基本的情况出来呢是说，这样一个系统呢会不断让飞机的机头呢向下进行俯冲，那么最后造成了这样一场惨剧。那飞机基本上是不受这个飞行驾驶员的一个控制。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事件呢也会引发我们好几个深层次的思考。第一个，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这个商业社会呢，工业社会的自动化进行的是如火如荼，尤其近几年来的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也是进一步推动了自动化。那么随着这些软件系统AI 系统越来越复杂，那是不是会存在一些风险呢？是处在我们平常没有察觉的这样一个状况，一旦发生会造成重大的事故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那么如何去排查这种风险，以及如何在这个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进行更好的监控，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波音和空客呢是两家垄断公司，那么在航空这个飞行机这个飞机的这样一个领域呢是双寡头垄断。那么这个垄断的机制呢，我们认为其实是不利于这个企业的发展啊，它会阻碍这个科技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这个波音呢这个近几年来的这个其实管理的这个水平以及风控的水平呢肯定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呢，是不是说这样一个垄断的这个情况呢，政府来如何进行监管呢？我们认为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中国也在想加入这个生产大飞机这样一个行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的话，我们认为呢，其实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会有推动作用。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其实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是个兼容性问题。当一架飞机以后或者是一个软件，当你兼容性好的时候呢，可能你很容易找到新的这个用户哈，或者旧的用户也会非常喜欢，那么会短期来讲呢，对企业会造成一个盈利的增长。但是对飞机来讲的话呢，这个兼容性如果做得不好，像这次波音飞机这个问题的话，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造成了这个179人在埃塞俄比亚空难中丧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另外，这个全球规模，这个债务规模也是在持续攀升当中，各国也都是忧心忡忡啊。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也希望 Michael 能帮我们解答一下相关的问题了。那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跟 Michael 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Michael 来到节目。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